好，我们就提供给这个速杀队哈，这个速杀队给大家。那我没有技巧，我不成熟啊，我的技巧没有很好，所以这个速杀感觉还是蛮久的哦。但是可以参考一下阿红的频道，我应该会把它放在我们的我的后方下面留言的那个，把网址放在那边，那你们可以参考一下。我是类似于参照阿红的一个组队方式来去进行一个挑战。好，那我们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影片哈。那我们下个礼拜第一集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再见啦，拜拜。